阳光穿过黑夜，黎明悄悄划过天边。什么情况？刚被抬了，不知道为什么刚才被抬了，可能是我教他跳大摆锤了吧。什么情况？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就被抬了，真服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就被抬了？真服了，真奇怪，莫名其妙就被抬了。我说高潮来了，就是那个歌的高潮来了呀。每个歌它不都有那个啥吗？真服了，我说的就是那个意思。我说的意思就是那个很好的意思，是你们是插管想多了吧？真的是一点都不纯洁，搞得一点都不纯洁。大家点点点点关注啊，点点赞啊！我们新的一天大家那个点点赞，我给大家跳个舞了，咱们跳个舞了，跳舞了，和超管搞好关系，我都不知道他是谁，你知道吧？行。只要你说跟上面搞好关系，咱们得知道上面是谁。咱们不知道上面是谁，我上面有谁呀？我上面有人吗？我上面我都不知道，我的领导是谁？官方对我有意思，官方可能觉得我太好看了吧。掉了，我都说不能让手机摔坏了，让更加本不富裕的家庭更加雪上加霜。是的，你们没有看错，给大家跳一个开场舞啦！我们跳一个开场舞了，兄弟们点点赞了，家人们点点赞了，我们点点赞，给大家跳开场舞了，跳跳开场舞啦！给大家跳一个什么呢？跳一个古风的吧，我应该被宰太多次了，跳一个古风的，跳一个相思给大家，大家小礼物走一走，谢谢大家，欢迎七万家的哥哥，小礼物走一走，谢谢大家。生难过是很遥远的事情，相思算什么，早无人在意，醉卧不夜城，处处霓虹，酒杯中好一片却故人诗，最不屑一顾是相思，守着爱怕人笑，还怕人看清，春又来看红豆开，竟不见有情人去采，烟花拥着不留真情不在。是相思，守着爱怕人笑，还怕人看清，春又来看红豆开，竟不见有情人去采，烟花拥着风流真情不在，最肯忘却故人诗，最不屑一顾是相思，守着爱怕人笑，还怕人看清，春又来看红豆开，竟不见有情人去采，
我头发这么大吗？欢迎大家，嗨，感谢哥哥们的小礼物，谢谢大家。娶我需要什么条件？对我好就行啦，对我好就行啦。大家有没有什么东西想捡一捡呀？我可以给你们捡捡东西哦。今天才学了一个，今天才学了一个技巧，就是捡那个捡东西。比如哈，比如说我给大家表演一个剪纸，给大家发一个福袋啊。比如说剪纸啊，我给你看啊，剪纸，我的纸在这里啊，然后我要剪它哈。等一会儿给大家剪纸，剪个纸，我今天才学的，知道，老好玩了，老好玩了，放首别的歌，老剪纸，给大家剪个纸啊。사실을말해줘，哥哥们，我们的纸去哪里了？可不可以有人告诉我咱们的纸去哪里了？我去帮你们找一找哦。哎呀，怎么在地下呀？我帮你们捡一下。哎呀，捡到了，捡到了！我抽一张给你，好不好？哎呀，抽一张给你。你要用这个插哪里呀？插胳膊呀。好的，好的。好了吗？喊给你。还要再捡一张纸吗？哇，我又捡一个纸哦。又捡到了一张纸呢，又捡到了一张纸，给你们，给你们，你们想要擦哪里？什么？擦一擦鞋。好的，好的，我来擦一擦鞋。是哪一双鞋呀？我这双红色高跟鞋吗？好的，我来擦一擦哦。哎呀，擦的真亮呀，这双红色高跟鞋擦的真亮。表演型人格，我真的只能我把它捡起来。表演型人格，大家点点赞，给你们扣扣赞，我给大家在这跳舞了。大家想要看什么类型的舞蹈，我可能只能跳古风的了，因为我的号已经被大家点点左上角的福袋，没有点关注哥点点关注，我再给大家跳一个，跳一个古风的小舞蹈，兄弟们点点赞，点点赞，可以当演员了。其实我就是国家二级演员，知道吧？国家二级演员。丸子头怎么加？有想要问一下我的妆容的哥哥吗？小姐姐吗？其实我有个假发包，哎，我买假发包了，回来就是可以给你们弄一弄。大家点点赞，我们继续给大家跳一个舞，我们跳一个古风的吧。千万跳舞，然后被抬了十分钟，也不知道为点啥。你说他为什么要抬我？我今天九点半播的，我平时播到两三点，我九点半播的。你是个显眼包，不是个假发包。说我是显眼包，说我是显眼包。点点赞，我们点点赞，我给大家跳一个那个，还有一个古风的那种，时候吧，跳一个时候吧。换一次抽手中折扇，白叶凋香归云自伤，如土来的青藏在明香归的参自己念里最初之心，我梦念想成熟记忆到底寻到归则让原地滚乱破出重复，火色上面部，一副表情。
我刚才才剪完纸，要不给你们擦一擦，要不给你们擦一擦，家人们点点赞、哦、下面给大家来一个就是比较有就是你们玉帝哥哥的歌吧，来一首你们玉帝哥哥的歌。长得这么漂亮，怎么会是妖怪？一定不是妖怪。哦
整个安眠的舞蹈。有什么事儿吗？睡不着？你们能睡着吗？你们是不是都睡不着？你窗帘为什么响了？为什么亮了？你们是不是都睡不着啊？再看更睡不着了。我跟你说，冰美式哥哥就是熬夜伤身体，但是呢，熬夜伤身体，但是咱们通宵，咱们就不伤身体了。要不这样吧，就是今晚你就属于我，好不好？今晚你就属于我，别睡了，好不好？今夜，我属于你，你属于我。属于不了，属于不了一点啊，行吗？一晚上都不行吗？今夜都不行吗？今夜阳光明媚，今夜鞭炮什么？鞭炮齐鸣，锣鼓喧天，就在今夜，好吧？对，我刚被抬走了，刚教千万跳舞，千万还是有点东西的，他不该说的没说，我可能说了一些不该说的，然后就被抬走了。谢谢我们冰美式的黄金跑车，谢谢我们冰美式哥哥。今夜不要走了，好不好？留下来，或者带我走。今夜无眠，好吗？你们今天晚上都不要睡了，就留下陪我。可是有事儿吧？明天不一定有事儿。明天什么事儿？明天周天，你们有啥事儿？你们没一点事儿，你们。明天周天，你们没一点事儿。冰美式哥哥，你明天有事儿吗？大哥，明天有事儿吗？就这音尾摇篮曲是首歌吗？就这音乐好。那我要不要跳啊？我把它重新放一下，然后我来跳一下吧。我今天2点半下播。
睡着吗？哥哥，哥哥，谢谢我冰美是哥哥的车车。今晚你们还睡得着吗？我来了哟，我来了哟。本来还能睡着一点点，结果彻底现在彻底睡不着了，是不是？没事，我哄你们睡觉。这首诗也很温和，这首歌也很温和，可以陪你们睡觉。你们先去睡，我两点半就去陪你们好吗？两点半再睡好不好？陪睡眠时间，好，我把我的时间给你，冰美是哥哥。这首歌也很温和，衣服怎么不掉下来？死鬼，掉下来那还能给你们看了吗？今生已不再寻觅失去的双眼。你们怎么回事？你们发生了什么？我跟你们说哈，男孩子，男孩子，我就替你们，我都听你们就是算好了，就是我已经采访过很多男孩子，一般你们男孩子就是说就那一瞬间的事情，然后一瞬间结束了之后就很困了，知道，就很困了，不存在就是说睡不着的情况。如果你们还是睡不着，那一定是我的问题，知道吧？那一定是我的问题。我采访了很多众多的男性朋友，知道吧？所以说是我的问题，不能说是我的问题吧，应该是抖音爸爸的问题。只能让你们在梦里见到我，只能让你们在梦里见到我，你们是不是很难受？看到我这委屈的表情了吗？谢谢他爹的亲吻，谢谢他爹，他爹拉着我的手带我走好吗？今生不再寻觅，拉着我的手，有过往，只剩花前痴梦，寂寞花鸳鸯，相望，是我在蹉跎，情深已不懂，情深人憔悴，一带不走。今生已不再寻觅失去的容颜，叹息冷清花一场，有过往，只剩花前痴梦，寂寞花鸳鸯相望。来吧，情深不懂人憔悴，消散烟雨中。给我你的手，是我们短暂的相逢，缠绵细雨，胭脂泪飘落向口中，悠悠听风声，心痛，回忆嵌在残月中，朝思暗暗生，难重逢，沉醉年月中。千年的狐狸，万年的王八，知道吧？你们好像在骂我。
什么？我是千年的狐狸，那你们是什么？万年的网吧？咱们看什么狐狸看对眼了是不是？永远十八岁了，人家永远十八岁。我家一级演员，这不得给你们演一演？我跟你们说啊，每一个好主播，他都是一个好演员，你知道吗？他能带你们就是入这个情境。请问一下，你们刚才有没有入境？有没有进入我的圈套？比如说我在跳这个天竺少女的时候，你们有没有感觉到我是那个，你们是玉帝哥哥，然后就处在那种玉兔精的那种窝子里，然后我就这样的就是去勾搭你们，你们有这种感觉吗？不能说我是天山老妖，说我是妖精可以，怎么能说天山老妖呢？谁是天山老妖啊？我就服了。入境一下，比如说这首歌就是秦川跟玉树之间的爱恨纠葛，你们感觉一下，秦川跟那个谁，跟那个玉树的爱恨纠葛。秦川，你不要走。我知道这没有爱是永远的神话，着急着不要笑，拜托我好吗？真爱的相约，几分苦痛的纠缠，多少黑夜挣扎，紧握双手。我这边可以发营养快件，可以发营养快件。走好吗？是秦川吧？那个男的是叫秦川吧？这个神话，我想跟你演。枕上雪，冰封。哦，小川，对，不叫秦川，叫小川。我以为他叫秦川呢。才能溶解秦川。哦，不对，小川是吧？风中摇曳路上的我，我不要跟你分开，你等等我，他爹，坏人带走了我。知道吧，这歌都是剧情的。纠缠多少黑夜挣扎，紧握双手让我和你再也不离分。陪我岁月唯有爱是永远的神话。戏精戏精的，我看一下还有什么故事情节啊。这首还有什么故事情节？这首是天竺少女，就是那个玉兔精嘛。这首是玉兔精，我看一下还有没有别的啊。还有不是妖怪，霍元甲就没了吧？就霍元甲这个舞比较难跳。或者是我看一下，没有这首歌吧？相思。你一定要记得我，无论在什么时候，你都要记得我。红豆生难过，是很遥远的事情。你们就爱这一口。谢谢我们跑步机哥哥的亲吻。跑步机哥哥，不要走。这城市多么的拥挤，而我却离不开你。最肯忘
却故人是最不屑一顾是相思，守着爱，守着爱，怕人笑，还怕人看清。谢谢我兵哥的亲吻，感谢我兵哥的亲吻，兵哥，你别走，带着我走。总结一句就是别走，总结一句我也词穷了，总结一句就是你们都别走。今天晚上，今天晚上，我希望我的身边有你，我希望我的身边有你。还要排队，哎呀，今天晚上有点忙嘞，今天晚上有点忙了，送亲吻的哥哥都要去一下，是属实有点忙，真的，尊都属实有点忙，兄弟们，还有没有排队要过来的？还有没有什么剧情？我看一下，还有没有什么剧情？还有没有什么那个能够演的剧情？今晚很漂亮是吗，兵哥？看一下有没有。没有搞笑一点的剧情啊，没有搞笑一点的剧情啊、哦！谢谢我们 Tiger 的亲吻，谢谢我们 Tiger 哥，你喜欢什么剧情？我几个相机，我两个相机，你喜欢什么剧情？我可以给你演。我想想，你比较适合什么剧情啊？我觉得你比较适合，我脚的吧，你比较适合。哦，我知道你适合什么了，适合在青楼的这种剧情。等一会儿啊，我懂了。怎么来的这么晚？是在忙着拼写公文吗？举头望明月，让星星为你舞一曲歌好。微风吻枝桠，撩拨着心房，朝朝暮暮起，久久不能忘。月在水中央，心随之荡漾，一步一念想，寸寸皆断肠。回首来时路，隔世两茫茫，生如一壶茶，离若一抹香。拉着我的手，共生感恩，花开花落，独自入梦。是不是该歇歇了？星星服侍你，就此躺下吧。床前明月光，一丝低声。
束了，泰哥哥。这个剧情你喜欢吗？我那个是干冰，我那个是干冰，对那个对身体没什么坏处的，大家放心吧。谢谢我们泰哥哥的亲吻，感谢我们泰哥哥亲吻。我这个对身体没有害的，还要什么剧情？我都能给你们演出来。谢谢我们泰哥哥亲吻，感谢我们泰哥哥。哦，泰哥老板给我们发抖币了，我们赶紧都抢一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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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咱们可以抢一抢。要不这样吧，让你去那个，女儿，哎，去盘丝洞去盘一下妖精好不好？我要带他盘玉兔精了，要伴他盘玉兔精了。长得这么漂亮，怎么会是妖怪？哦。一边深情告白，什么深情吧？你还要什么场景吗？这两个场景你喜欢吗？你还要什么场景啊，他爹？我再给你想一个场景，再给你想一个场景啊！我看一下啊，这个场景我感觉不适合古装的了，适合这个，我得穿上高跟鞋的感觉，我要穿上高跟鞋。就是在那种异国相遇的感觉，异国相遇的感觉，就是我俩在那个外国相遇。我的高跟鞋呢？又要编一个剧情了，我这小脑瓜子，我跟你讲都要转一下。我穿上高跟鞋，我那只鞋去哪了？
异国他乡的路上是吧？是你，他爹，好久不见，你还好吗？这个孩子他不是你的，他是我后面的孩子，他是我现在的老公的孩子。哦不，你不能，你不能，不要来，不要来，不要来。我们还能重归于好吗？回不去了，一切都回不去了，我们就回到彼此的生活吧。我要离开你了，请你好好的生活。 Oh, when the night falls and you're all alone in a deep sleeper I dream of a skin still burning from your touch. Oh, I just can't get enough. I said I wouldn't ask for much, but your eyes are dangerous. So the ball keeps spinning in my head. Can we drop this masquerade? I can't predict where it ends. If you're the再见，错有些人，错过就是一辈子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我这个剧情给你编的怎么样？我这小脑袋瓜，我跟你讲转的老快了，我还得想动作，完事我还得给你想剧情。我这小脑袋瓜，我看你刚才说什么？完犊子了，亏惨了，嫁人就算了，孩子都有了。这个孩子你没听懂吗？这个孩子他是你的，知道吧？这个孩，我给大家讲一下我刚才演绎的这个孩子呢，他是我跟他爹的，但是呢他爹不知道，因为我们两个分手的时候，他爹不知道我俩有孩子了。然后我到了国外，我们偶遇了之后，然后他就认出这个孩子是他的了，然后他就问我是否可以和好，然后呢我就说没有，就是不能和好，因为不想再耽误他了嘛，就是有些感情一定错过，一旦错过就不再，知道吧？他爹就是榜一啊，就是榜一嘛，就是有些感情他有些人，哎，那个歌怎么了？那个叫后来，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，哎，就是这个意思，知道吧？我都投入剧情了，对对对对。所以我希望大家就是珍惜身边的人嘛，有些人真的就是一旦错过就不在。我的孩子你嫁别人了，那我更爱你了，我们偷偷摸摸的再续前缘，地下情也行啊，你是这么想的呀，但我不愿意了，不愿意再耽误你了，不愿意再耽误你了。唱挺好，真的吗？你要这么夸我，我可就唱了。我记得那天榜一喝多了，是我送你回去的，到底是谁送的？栀子花白花瓣，那一夜他伤害了我，那一夜他拒绝了我，后来哦不对，那一夜他伤害了我，那一夜他没有拒绝我，以后我们再次相遇，
请你一定不要回头看，我们还是要走未来的路。每当有感叹，总想起当天的星光。啊，你们要睡的话赶紧睡吧，就是明天的话，你们明天周天睡什么睡，给我起来嗨，明天周天给我起来嗨。为什么我要唱到这个歌的副歌部分，怎么唱不到副歌部分？而又是为什么我要激烈挣扎一下。哎呀，怎么还不到高潮部分？来的时候好好的，回不去了。明天周一吗？哦，今天周天嘛，准备去了。兵哥，好的，早点休息啊，谢谢兵哥到我们这么晚，好不好？星星，我每天都有时间，你尊嘟假嘟，你就一级牌子，你但凡天天挂我直播间，你也不止一级，你知道吗？现在也不那么遗憾，你都如何回忆我？哎呀，带着笑或是很沉默。大家点点关注，没有点赞的哥哥点点赞，我要给大家唱高潮了啊！你不寂寞。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，可是你早已远去，消失在人海。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，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，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珍惜身边的人，别等失去了才追悔莫及。时间走得匆匆，但人不会一直陪伴在身边。希望我们永远永远都和自己爱的人在一起，永远永远。有没有人能让你不寂寞？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，可惜你早已远去，消失在人海。你看这个故事多感人，那年汶川地震我18岁，他也18岁，现如今我27岁，他却永远停留在18岁，好感人。千万不要在16岁的时候爱上一个人，因为多年以后既得不到也忘不掉。他是自己下播的，5年级到24岁刚结婚。哎，这真的从五年级走到现实。哎，终于知道为什么老人可以在椅子上坐一下午了。目之所及皆是回忆，心中所想皆是过往，眼之所看皆是遗憾。哎呀，这也太感动了。做成夫妻的不一定是真爱，而真心相爱的不一定成得了夫妻，这社会很现实。水泥封心，一人一袋，恋爱脑多拿一袋。有没有恋爱脑？我给你发袋水泥，好吧？给你们发袋水泥。有没有恋爱脑？我和我媳妇儿很巧合的缘分，她是动车站的安检员，我经常出差，她也经常休息，而且上班每次都换安检口。最主要，我每次不管在哪个进站口过来，都能碰见她。日积月累，我们认识了，慢慢的走到了一起，最后成了我的妻子，给我生了一个活泼开朗的小男孩，我很开心。回家看到他们，我觉得什么辛苦都值得，多感人，好感人。真的再也看不见这么干净的海了吗？我去，真的真都很干净。我给大家缩小看一下，怎么这么大？海呀，大海呀，全是水呀，大海呀，全是水，大海呀，全是水呀。连苦瓜都笑了，你看，你看哈，还有这段。刘若英唱到后来的时候数次哽咽，甚至险些唱不下去。我天天看抖音，真多假多，我看啊，这个不适合。
最后竟然泪流满面，而台下的粉丝也红着眼陪他流泪。很多网友都不明白，表面上光鲜亮丽的刘若英为何会在舞台上泣不从声。你都如何回忆我，带着笑或者很沉默。后来这首歌之所以传唱度这么高，我想可能跟刘若英的恋情有关。什么玩意儿，不想念了，太长了。我也听过一个故事，一个出租车司机媳妇是交警，生个孩子叫红灯，故事你们应该都懂得。我就谢谢你哈。为什么呢？就是为什么呢？因为她认识她的老公吧，她老公叫钟小江，一个情窦初开，一个已为人父。哦，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，就是说刘若英她喜欢上了一个人父，但是呢刘若英是情窦初开，然后反正就是刘若英就这样了。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，可是你早已消失在人海。嗯，就这个意思。嗯，大概就是这个意思。就是说错的时间，错的地点，遇到错的人，遇到对的人。你这什么笑话呀你这个。哎，还有一首歌就是爱河，也是很那个，很那种很土嗨的那种。你们有没有现在坠入爱河的，让我来给来我来然后让我来那个替你们，就是说来拯救一下你们，让你们把你们从爱河里面捞出来好吗，让你们从爱河里捞出来。哎，还这个歌好听啊。坠入我的爱河了，不可能坠入我的爱河了吗，兄弟们，你们坠入我的爱河。大蒜给我们发水泥。对呀，恋爱脑每天一遍，那个叫什么那个叫水泥封心好吧，水泥封心。跟着我们的左手，拿出你们的左手，拿出你们的右手，跟着我一起，我们一起在这午夜摇摆起来，我们在这爱河里面尽情的游荡。感觉是不是来到了？对对对，爱河 DJ 版。起来好吗，跟着我一起，让我听到你们的双手。怎么好有激情哈。我要到高潮我就要唱了啊。来跟着我一起唱，兄弟们。如果你重新爱过，你会不会爱我？爱情让人拥有快乐，也会带来折磨。兄弟们跟我一起，咱们一起嗨起来。对，再嗨一会儿，你们快嗨起来好吧。明天不上班不嗨干嘛呢，把声音放大点，是不是也想都别想好，都别想睡了好吧。今天谁这个叫谁睡，谁就是小狗，谁就是汪汪汪。今天这个叫谁一点别睡了。嗨起来，嗨起来。哎，我看一下有没有那种霓虹灯，那种很酷炫的那种，炫吗？这个应该还带酷炫的。难道分手就不能做朋友？为什么
点都不嗨，你们真的一点都不给面儿，能不能嗨起来？爱情你们如果在被窝里的，如果你们是在被窝里的，或者是在你们爱在哪儿在哪儿，现在把你们的双手掏出来，爱在哪儿在哪儿，把你们的双手掏出来，放在头顶上，然后我说星星，你就在底下说句哟，我说星星，你就说句哟，好吗？好吗？来。来，等会儿啊，来，准备好了吗 ？Everybody， 我们，哎呀，这个歌快完了，我重新放一下啊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我要 come to 星星直播间思密达，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:27，欢迎大家来到星星直播间。此时此刻有一个女主播，她今天喝了二两，她今天稍微有点兴奋。此时此刻，不管你们在干嘛，不管你们在哪儿，把你们的左手放在你们的胸膛上，不是放胸膛上，放在你们的脑门上。我说星星，你就说哟，星星哟，星星，星星。举起来，手机打败，拿下顶住手机，一只手就行。要要 check now， 煎饼果子，来，好，这是要，要要要。我感觉我好像有那个大饼，算了吧，带你们嗨了，大晚上的，玩 DJ 呢，这是带你们。咱们今天晚上没带夜店的，我今天就带你们来趟夜店，好吧？带你们感受一下，带你们打个碟。哎呦，这碟打的我特好他喵的累呀、啊、DJ 哈，就是他们那些打碟的需要100%的那种打鸡血的那种战斗力，你知道吗？就是真的很就是很佩服他们。没去过夜店少装啊，你在夜店都是下一批好吧，别以为我不知道。下一批说中的爱和三个六，你喝。好累啊！哎，夜店也有这种好吗 ？YC 也有 ，YC 也有 ，YC 是不是那种就是说也可以这样的？我就没去过那种地方。你胡说，你拔道。你们要没去过，我今天我就属狗，好吧？我今天学三声狗叫，好吧？你喝酒了？我喝什么？我没喝。这里的都没去过店，你们要装纯，我可是没办法。但是谁说谎，谁明天便秘，我跟你讲，上不出来厕所，知道吧？上不出来厕所，明天喝酸奶没有盖儿。
啊，喝酸奶没有吸管，吃方便面没有调料，好吧，好不好？你们敢不敢赌？敢不敢赌？我这个弹幕不在放荡中变坏，就在沉默中变态，哈哈。啊，意思我现在变态了是吧？我现在直接变态了是吧？你们要没去过，真的，我就说你们啊，在我面前你们还装什么纯呢，对不对？我又不跟你们结婚，你说我要跟你们结婚嘛，你们就是这么装一下还有情可原，我又不跟你们结婚，大家都是好兄弟，跟我搞这些东西，你们是不是有毛病啊？我没去过，你们绝对去过，好吧，绝对去过，没去过的也去过 KTV 好吧，也去过那种上 K， 来一批换一批的那种，真的是你们天天给我装大尾巴狼，我真服了。为什么要装青春小白兔啊？天天一个个大尾巴狼给我装青春小白兔，哎呀，又装，行，哎呀，好，大家都把钱刷给我好吧，等月底的时候大家都来，我请大家去好吧，给你们安排个1000的好不好，800的咱都不要，给你们直接安排1000的，质量最好的，好吧？只要你们把钱都刷给我，好吧？我带你们去，好不好？我带你们去。1000斗币。什么？不是1000元子。我发誓，我可不要对星星。我霍霍你，行，我霍霍你。不如就放弃，不如我们拥抱后分手。什么？那不是果盘费吗？果盘费吗？你不得给人家果盘费吗？我没说我要2:30下，我说我3点下了吧，我说3点下吧，因为我确实我最近两天我生理期我睡得有点多，这两天哈。那叫睡的一个，就是昏天黑地，从头睡到尾。我给你们说，这两天，800、1000、1200，哈哈哈哈哈。行，没去过，哎呀，就我一个人去过，你们都没去过，行，好，行，你们相信自己的鬼话，真的，宁愿相信世界上有鬼，也不能相信男人这张破嘴。你看我相不相信你们就完事了，我可一点不相信你们。你说你们都在直播间，都在网络上，还你说你们现实中吧，就是装一装还无所畏惧，就是没关系嘛，对吧？毕竟咱们都是面子人吧，经常去那种地方也不好，对不对？关键你在我直播间，咱们大家都这么熟，你们什么样子我不知道呀，你们还在我面前装，我又不给你们班三好学生奖状，你们干嘛都装成那个三好男人啊？我不抽烟，我不喝酒，我不去 KTV， 什么意思？我才不相信你们呢！你们搞这些，能不能搞点实际的？欢迎 Nice 哥哥，晚上好啊！真的，大家不能真诚一点吗？我就说我去过，我是跟一个大哥去的，但是不是直播间大哥，就是一个大哥吧，反正啊，我就是去过了。怎么说？哎，那也不代表什么，对不对？你们一个个都说自己没去过，我都说我去过了，我都承认。那小姐姐跟我喝酒来着，跟我喝酒。我跟你们说，为什么那么装呢？那大哥带我去，他也装，你知道吧？就是我觉得大家都挺装的，就是那大哥带我去，哎呀，我不点，我给我这个小妹点两个陪我喝酒的，就是两个小姐姐跟我一起玩，我真服了，玩了一晚上的那个骰子，你们说有什么意思？没有，我可不搞男的，不整男的。
感谢我们 Lice 哥哥，谢谢我们 Lice 哥哥。啊，是挺开心的，女孩子嘛，女孩子跟女孩子也就是挺开心的。我可不是那种人啊，我是什么女，我可不是那种人。哎，那你别说，大哥装，大哥装呀。他说，哎呀，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要。我不要，不要。我说行，大哥你不要算了，不要不要，我来，我不来。你说你看跟你们一个尿性，都是来到哪都要装，哎，我从来不去那个里面，不搞这些东西，大大方方承认呗，是不是？有什么的呢？有什么不能承认的？是不是？我又不是你们的媳妇儿，我又不管你们，你就说，哎呀，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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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。那问你们呀，你们去这种地方干嘛？问我干嘛？我怎么知道你们去这种地方干嘛？嗓子疼，跟你们刚才嗨的爱喝，嗓子有点疼。早点休息啊，笨笨哥，我们明天见，笨笨哥。So easy for you。明天见了，兄弟们，咱们明天见啦！我也快下播了吧，我再陪你们聊会儿天吧。其实我还想打 PK， 我想知道你们有没有钱，能不能帮我赢？知道了还说出来，我就想揭穿你们这些渣男的行为。没有钱吧？能不能助我打一场 PK？ 我还想去过，我当然不想去了。我去那地方干嘛？吵死个人，人说话还要贴着脸说，我不喜欢去那种地方。大家欢迎来到星星直播间啊，没有加灯牌的哥哥加加灯牌啊，没有点关注哥哥点关注啊。运动是什么鬼？好，说打 PK 就溜是不是？你们这些人啊，打 PK 就溜是不是？是不是好兄弟？是不是好兄弟？我打 PK 就溜，我要怎么说呢？我要吃，我要喝，我要那个啥。我们去那里是为了拯救妇女。雷锋，我只能抽你一句雷锋。好，大哥，哎呀，你带我见见世面吧，谁带谁见世面？你们不逼我玩的话，你们都玩的是那种不一丝不挂的，好吧？还说我呢？你们比我玩的花多了，好吧 ？I love you so, I love you, baby。大家没点关注，哥哥点关注啊！没有加灯牌的哥哥加灯牌啊！你们有没有钱？到底有没有钱？带我去哥哥，我带你们哥哥韭菜去啊！烦死了！我要割你们的韭菜了哟！来一个紧张刺激的随机 PK 了。紧张刺激的随机 PK 了，看一下能不能 PK 到什么的。哦，谢谢我们令狐冲哥哥，哥哥早了，我打一场 PK， 你帮我上一上。感谢我们令狐冲哥哥258，感谢哥哥。你好 ，Hello， 啊，你好 ，See you， 外国人？不是女，中国人。哦，吓我一跳，那个玩吗？你平时怎么玩？你是什么类型主播呀？玩一把也行呗。我都可以，看你能干的我都能干。我能干的你都能干，你说的哈。啊，行。输了那就我做三个动作，你学我行吗？那我做三个动作，你学我，等一会儿。行，可以啊。男的就走，别走啊！男的别有一番风味，好吧？我又不是爱情主播，你哥怎么像懒的似的？那我闭麦了。什么？男的更有别的感觉，哎呀，我跟你说，哥哥，你看，走了，哥哥走了，他不帮我打 PK， 他走了。我们有没有哥哥上上的哥哥？他真的不喜欢男人，他真的不喜欢男人。我看一下，他说你，只要你有钱。哪里都是天堂。我多想回到家乡。大家等会儿，咱谴责他，我开麦我就谴责他，好吧？谢谢走路大啤酒，谢走路。哎呦，我这歌怎么回事？棒棒糖要吗？啥我不要啊？什么这个那个的都给我来一点，好吧？
感谢我们夏哥，感谢我们夏哥，谢谢。做啥男主播，真的是一点事儿不会来。谢谢我们令狐冲哥哥的亲王，谢谢兄弟们的小礼物，棒棒糖啥都有，承受各种礼物，你是不是就剩一个棒棒糖了？感谢33块哥哥的小心心，谢谢用户哥的小心心，谢谢我们33块哥哥的棒棒糖。我谴责他，等会儿谴责他，道德深处、灵魂深处谴责他，你放心，哥哥，从里到外我要谴责他。回到家乡，再回到他的身旁。这也没分啊！我们兄弟们，咱们再众筹一下吧，众筹一下，众筹一下。排队清新下一把，有请下一位，还有下一位吗？哎，不亲啦，那还亲什么？都这么晚了，还亲呢？明天脸都擦不干净了。我的吗？谢谢我们舒丹，感谢我们舒丹哥哥的亲吻。他要亲，他要亲，给他亲，给他亲。谢谢我们用户哥，感谢我们用户哥。我感觉吧，这把 PK 怎么这么邪乎呢？对面就一动不动的。下一位选手可以亲了，还有没有亲的？此时此刻就要一个亲吻就可以亲吻啦！哎呀呀呀！哎呀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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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对面上了这么多亲吻，妈呀！一分钟的时间，兄弟们不要输了！令狐冲大哥，你去哪儿了？我说我要谴责他，结果你不让我谴责了，谴责不了他了。我要谨言慎行了，我要谨言慎行了。有没有走过路过？没有错过的哥哥，此时此刻给我来那么仨瓜俩枣好不好？欢迎我们随风而去哥哥。哎呀哎呀哎呀，好累啊，刚才是备胎来了吗？对对对，我刚才他说我低俗诱惑，居然说我低俗诱惑，我这么正能量的主播，我这是什么？我是演员型主播，他居然说我低俗诱惑，太过分了。哎呀呀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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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，最后的20多秒了，哎呀，不想输，我们投一个吧，哎呀，倒计时还有16秒了，家人们，我此时此刻把你们当家人，你们能不能理理我？谢谢我们舒大哥哥的亲吻，还有最后的5秒钟，投一个大包，他们就是一个亲吻了，谢谢我们舒大哥哥的亲吻，感谢我们舒大哥。谢谢我们夏哥，夏哥送了个啥？夏哥送了3个小心心守塔，好兄弟们，3个小心心守塔 ，good， 还得是我舒丹哥，感谢我们舒丹哥，谢谢我们舒丹哥，天南地北舒丹最帅，好吧，来吧来吧，行，来吧，你坐吧。首先，我要谴责你一下，谴责我什么？怎么能说大哥是懒子呢？我没说呀，他说那话就是有点不尊重人啊，骂他怎么了？也不是，他没尊重我呀，我尊重他干嘛呀？也不是，也不是吧，就是可能大家就是这么一说吧，就小哥这么一说。对呀，我也就这么一说呀。那他没咋说你，你就说他是那。我也没说他呀。你这稍微有稍微有那么，咱们就是做主播，咱们4个字谨言慎行嘛。哎，那也需要尊重人，一切是建立在尊重之上的，不是你刷2个字你就是爷了。记住了吗？小哥哥闯荡江湖，锐气还是比较那个啥的，咱们就惩罚吧。你有什么？我做5个动作是吧？几个动作来着？3个动作哈，是吧？对，嗯。哎，行吧，3个动作，来，我们就放首歌啊！我给你放首歌。第一个动作就是抹脖子，不知道你能不能抹啊？哎，你做我就能。啊。啊啊啊！第二个动作啊，第二个动作，
哎，算了吧，对对对，算了算了，我们不惩罚了，我感觉我也做不下去了。行行，我们不惩罚了，不惩罚了。好了好了好了，那我先走了啊，谢谢小哥哥连麦啊。好好好，嗯。哎，怎么说呢？怎么说呢？小伙子，年轻啊，还是年轻啊，还是没有遭过社会的毒打呀。就是说谨言慎行这四个字啊，对不对？就是我觉得吧每一个人，对吧，是大家都需要尊重，尊重是相互的。但是我觉得你就是那个令狐冲哥哥，你其实并没有说什么，只是说可能就是说在性别上可能有点不对嘛，对吧？但是他呢就是说了一句比较难听的话，我也谴责他了。但是呢我这个人吧，我不可能跟他骂战嘛，毕竟我是一个女孩子嘛，我觉得也不太好啊。我只能说他年轻嘛，不懂事，对不对？反正令狐冲哥哥你也多担待点，我也不认识对面，然后呢我也不想跟对面起冲突。我这个人就是纯纯属于三个字和稀泥的，主打和稀泥。然后呢非常感谢令狐冲哥哥今天他不是，是你，就是你说换个主播，男主播什么，反正就是他可能听到了我读你的弹幕了，也是我的不对，我没事好好的读你弹幕干嘛，真的是。对呀、啊，就是他这个心态不是很好，就主要就是没有，哎，怎么说呢？就是我读你弹幕了，你说了一句什么来着？我看一下，也没说什么，我知道你可能就是觉得，随便说，随口那么一说，大家都不容易。令狐冲哥哥，这个就到了就行，你懂就行。我还以为要跟你嘚吧嘚吧说半天呢，大哥你懂就行。不过我还是觉得他个那个样子不是很好，但是呢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做事风格吧，咱们也不能说他就做的不对，咱们也没资格说啥，就只能我们就是祝他好运吧，只能说隔行如隔山，咱们祝他好运吧，好不好啊？对对，咱们祝他好运啊！咱们每个人呢处事风格都不一样，好吧？明天十点播，每天十点，有可能会早到，有可能会迟到，反正就十点左右吧，好吧？哎呀，我这个人就是和稀泥嘛，就是很，就是没有，就是不会得罪别人。从来我从小到大都没有得罪过什么人，我一般我都给人家。我想想，真的，我还从小到大没有得罪过什么人。也不叫得罪吧，没有跟什么人就是说吵过架吧，一般就是那种有什么情况我都行行行，好好好，你说的对，你说的好啊，对对对对，一般都是我欺负别人，别人不会欺负我。你们懂，哎，这又是从对面家过来的，是不是？就我们在我们这说话，跟你们有什么关系？我又没有说他别人的坏话，真的是，我又没有说别人的坏话，你们怎么还偷墙角呢？啊，扒墙角呢？怎么还有这种事情呢？扒墙角是不是？说你们家主播一句坏话了吗？啊，嘚嘚瑟瑟的。有本事你去给他刷个嘉年华，让他赢了我，让他没办法谴责我，真的是，这种人就要谴责一下，这种人就要谴责一下，这个可能就是对面主播的粉丝吧。没关系，什么都行。哎，我跟你说，真的，这格局又凸显了，知道吧？这格局就又凸显了，还追过来听一听，你有毛病啊？你还听一听？墙角可不好，大姐。你不是踢我几次吗？谁踢你了？我可没踢过你啊！啊。
我真服了，没事儿，怎么不气？怎么一点都不气？为什么要生气这种人？不是，哎，要不咱们，要不我开个连麦，咱们上来就是不带说脏话的啊，咱们就是说可以吵个架，好不好？咱们可以吵个架的。我可没踢啊，我都是我家管理踢的，但是我家管理我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踢的啊。这个逆流的鱼哈，我先说哈，我从来没有踢过人。你看，包括这个老哥，是老哥还是老姐啊？是个男的还是女孩子？他来我直播间这么说话，我都没，我家管理不在，我可都没踢过人哈。我真的，我从来没有踢过人，不是我踢的，我再给你说一遍。真的不带脏话骂人，咱们现在是文明社会，好吧？咱们现在文明社会，咱们就是说不说一句脏话，但是咱们从客观事实分析一下，对不对？大哥都在这个榜上呢，你们看一看是谁的对谁错吧，对不对？无论你怎么样，你骂人就是不对，对不对？骂人就是不对，我们也没说什么，骂人就是不对，是不是？懒子是什么东西啊？其实我不知道，但是我知道这肯定是个骂人的词儿。你好，哎，你今天这个气儿不犯能死是不是？我感觉你今天这个气儿真的。当当当当当。去年夏天空说他不懂是不是给他面儿，对呀对呀，谢谢我们绿猴冲哥哥的亲吻，哇哇，谢谢我们33块哥的亲吻，你看这个时候就一致对外了，当当当，哎，小默默怎么啦？小默默啊，哎，对呀对呀对呀，就是图个乐呵嘛，就是图个乐呵嘛，主要就是图个乐呵的。你看咱们玩网络对不对，就是每天生活压力都已经很大了，玩网络就是为了放松一下，然后你在网络上还受气，还花钱还受气，这是图什么呢，对不对？好，我睡觉，好嘞，我在这里呀。骂我，快快快，哎呦，你们真的太气儿了，真的很想让我骂你们，你们真的。哎，那能不能先告诉我懒子是个什么生物啊？就是骂人是懒子是什么生物啊？是什么长得很丑的生物吗？听着歌想念一个人，心痛也不说，只能给我解释一下下，除了这个不懂以外，其他我还都知道。有没有人给我解释一下？你是真气儿？谁气儿啊？我让你们给我说一下是什么动物。树懒吗？我搜一下去吧。什么东西来着？我看一下，百度一下好吧？问你们要不跟我说？东北阿伟、大远都挺好的，这都是你看的主播是不是？真不能解释，我看一下，我搜一下就知道了吧。是反犬旁的那个懒吗？怎么还没有？我这样打吧，连着打看能不能打。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啊。我觉得他们也很有趣，挺有才的。对啊，这个网络上为什么就是有些主播就是跟他能玩在一起啊？就是你说那种主播，不是那种主播了，我不能这么说人家。你说刚的主播，咱们连一次可能就不会再连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？你说比较好的主播，咱们见面还有下一次，对不对？彼此的大哥也就会那啥的一样，对吧？所以说哈，别搞那些看不起人的那种。第一，看不起人；第二，骂人的那种。
你就那种骂人的话就在直播间就别说，不知道哪个大哥就套上自己身上了，那你就惨了，对不对？哦哦，你也是千万家的。哎，我真的觉得千万直播间有没有千万家的哥哥，我真的觉得千万是一个特别特别优秀的主播。就是怎么说呢，就是怎么说，他就是一个各方面都会照顾的比较到的，就是脑子转的非常的快，然后呢人也好，然后也有头脑的那种很智慧的人，知道吧？什么？你做我跟我怎么了你了？你做主播靠粉丝，你把粉丝当什么？你这边有我怎么你了？大哥大哥，你怎么了？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是的是的，对，是这样的，就是我很佩服千万哥，知道吧？千万粉丝骂我干嘛呀？我跟千万哥关系多好了呀？怎么今天晚上这么多人搞这些骂不骂的呀？什么情况？什么你们什么情况呀？我干嘛你了，大哥？千万，我说了100遍了，不是我提的，你听不懂吗？你聋吗？我都要急死了！我都说了，不是我提的，不是我提的。哎呦我去！大哥呀，哎呦我的妈呀，跳开这个话题，今天晚上怎么了？今天晚上搞这些有的没的，都要下播了搞这些，大家不是图一乐呵吗？对不对？我都说了100遍了，不是我踢的，不是我踢的。真的，我真的会谢好吗？各位兄弟们，这都是千万家的哥哥，我看到了，令狐冲哥哥，苏丹哥哥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这样吧，你看一下，如果是我会怎么做？我其实大哥，我说了那天可能有点上头，如果说了对你有什么不尊重的话，那一定是我的错，对不对？我给你道歉，如果伤害到你了。但是呢你也要反思你自己的做法是否有问题，因为很多问题都是一个巴掌拍不醒，大家都是双向的啊，我就这么给你解释好吗？好吗？好，悉尼肉上线啊，不对，悉尼心上线，开始和稀泥了。对，反正就是一个巴掌拍不响嘛，对不对？主播也好，我们粉丝也好，大家互联网上相互尊重，相互开心。对，说的非常的对，令狐冲哥哥，大哥有这觉悟，真的消费的也开心，真的是。你说谁，那谁消费不行啊？我几十块钱在哪？我在几十块钱买排骨能买一大排，完事我到网络上我还被主播骂一顿，我不是神经病吗？是不是？也不是说所有主播都要舔大哥吧。至少就是说相互尊重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真赌，我真觉得有的时候大哥刷钱我心疼啊。那大哥的钱，那往现就是现实中能买一大块排骨，都刷给了我。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。我说以身相许吧，我说以身相许吧，你们又不愿意。哎，对，确实是的，确实是的。就是说错话了的话，或者踢错人的话，我都给大家道歉。但是大家也要反思一下自己嘛，对不对？大家也要反思一下自己吧。你看令狐冲哥哥就很好呀，对面虽然骂他，但他没有生气。哎呦，行，说不完了，大家想听什么歌，给大家放一首歌吧，缓解一下此时的尴尬。大家想听什么歌？哎呀，他不行了，上头了，他上头了，兄弟们，他上头了，这个男人他上头了。谢谢阿静哥，欢迎阿静哥，阿静哥你还没睡啊？没见过就是游客比主播还上头的。这样的呀，要不我再带你们摇一把吧，好不好？
刚到家，你竟然又去应酬了。我要不要再带你们摇一下？今天给你们摇吐了，好不好？哎呀，我跟你说啊，没有黑粉的粉丝，证明你不火，知道吧？证明你不火。现在有了，就证明一个道理，我星星火了，知道吧？人怕出名，猪怕壮，知道吧？我以前就是缺少这种，知道吧？现在证明咱火了。你们那个什么来说？啊，要不要带你们摇一把？还是那个安静一点啊？主播哪里人？我是安徽合肥的令狐冲哥，你们是哪里的呀？你是哪里的？你看去夜店了，我就知道吧。刚刚我还在带他们去夜店摇呢。不要，我晕了，给你们摇晕了呀。那算了，不摇了。那带你们安静一点吧，听点安静点的歌，好吧？听点安静点的歌。杭州的呀，哦，杭州，我去过杭州。你看杭州本地人吗？杭州菜我该说不说，是真的不是很好吃。哥哥能带我吃点好吃的杭州菜吗？那我也当小黑子。看情况吧，你们就是什么时候黑，什么时候不黑，也是有讲究道理的，好吧？徐州人啊，你跟我宇哥一个地方呀，是不是？你那剧情整的不错，人多了。有的时候吧，就是怎么说呢？有的时候啊，其实我的直播内容吧，我其实现在想的不是很多，我不想做单一的舞蹈主播。有的时候我也希望就是能够转转型，做做别的。但是呢，其实我的圈就是那个能做的比较少，大家也可以就是说给我建议一下。我目前想的就是这个剧情的这种，或者是那种走秀，我想搞一个那种跑步机在上面走秀的那种感觉。然后呢，还有什么大家也可以建议一下，唱歌就不必了啊，对吧？然后就是各种直播内容咱们都来一点，丰富一下咱们直播内容嘛。因为在抖音的话，直播内容的话也是非常重要的。无聊看看直播是不是睡不着了？你们是不是睡不着？这个点都睡不着了，三点了，再不睡就通宵了。熬夜有害，有害身体健康，所以我们通宵。吃播看我吃吗？哎，其实我对着你们不好意思吃，你知道吧？我是缺黑缺黑的黑粉啊，现在变成了我的小白粉了，是吗？小中粉了。唱歌耽误你跳舞，别了。我不知道，到时候再看吧。咱们也不知道播点啥了，反正每天这么播确实挺无聊的。而且我确实不太喜欢打 PK， 因为我这个等级的粉丝量还有我的这个流水 PK 的都是很奇葩的主播。这个今天这个骂人这个算是正常的了，以前连我都骂，他们不仅骂大哥，他们连我都骂。我之前输了，然后呢有一个主播他这么跟我说的，他说他让我跳个舞，好，咱们输了咱们跳舞嘛，咱们输了咱们就做惩罚嘛，咱们也做得起。你知道他干嘛吗？我都想起那一天我都要生气死了。我然后他赢了之后，他让我跳舞，跳跳跳，我跳了大概跳了半首歌吧，因为一首歌大概有主歌和副歌部分两个组成嘛，然后再有一个主歌，然后就是这一个歌组成嘛，我就跳了一个主歌。然后呢，然后他就跟我说了一句，他说你怎么跳这么短？然后说完这句话就给我闭麦了，就把我麦挂了。然后我就跟他连过去，我说你是不是嫌我跳的少了？我一首歌给你跳了半首，这个 PK 惩罚怎么了？然后我就说那你再给我打一把吧。他就不给我打，直接给我挂了。哎呦，这种人真的好没有礼貌呀，给我气死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当时我都要气炸了，就体会到那种侮辱。他不仅把你打败，他还侮辱你，知道吗？当然没有人理我，没有人帮我。时间会，那个人也是的。反正我这个 PK 的人都比较奇葩，很少能碰到那种正常的。哎，我有的时候真想，我说你看我这个长相吧，这个效果吧，就是我这个设备很贵嘛，我这个效果这个设备怎么老是 PK 到这些乱七八糟的人呢？我有的时候真的想。你也不叫我呢，来不及了，打 PK 来不及了。像这种受侮辱的时候，叫你真来不及了。自己气得急跳脚也没办法。
你们说千万打 PK 的时候遇到过奇怪的主播吧？可能是我的问题，可能是我的这个档次不是这个档次吧，这个等级不是很高吧。就是怎么说呢，就是千万可能连到的主播都是比较优秀的，或者都大家都比较尊重他，是吗？嗯，大家都比较尊重他。什么？你没遇到哥哥列的主播，他专门骂你榜一二三，玩人身攻击。哦，这种可能是为了节目效果吧，我觉得可能是为了节目效果。就是这种直播效果，就是我就侮辱你家榜一榜二，然后你家榜一榜二就嗷嗷给你上。是不是可能也有这种原因吧？有打那种 PK 的，就是有打那种。夏哥，你终于把他禁言了，我不好动手，你能不能动手？我真的谢了。那这种主播太茶了，这主播太茶了，就是绿茶，就是说自己以凸显就是自己的好。就是侮辱别人凸显自己的好。我第一次用这个功能我都急死了，你让我不好下手，我从来没有就是有一个人是我自己踢的啊，他真的废话太多了，他怎么能这么多废话呢，他怎么能这么说呢，你要连关注认识的人，确实哈。这个音乐不错啊，那我们听一下吧，我们听一下，然后我再连把 PK， 我们下播了，把这个歌听完，我快下播了，我都坚持半天了，这种人就是无语，无语他妈给无语开门，无语到家了，今天多巴一口水都没喝，我下播喝点水。刚那个音乐啊，哦，是这个吧？我以为你说的是这个香水有毒呢。是这个应该是。你小奶瓶给9299挖走了一个扛票大哥，一局打几十万票刷华子的主播，就是这种道路。哎呀，那得多心疼啊，丢个这种大哥。有的小姐姐可能就凑热闹吧，就是想给大哥留一下一个印象吧，我觉得可能就这样了。留出一个好印象，就是为了引起他的关注。我给你度过了几个的春夏。令狐冲哥，你咋还不睡呀？睡不着吗？失眠吗？在这咱直播间的都是睡不着的，我感觉。为了他偷偷的凌晨3:07还睡不着。我说了，我是个假关。干点活吧你，在哪儿你都没干过活，你多干点活好吧。我为你暖了一杯茶，天黑了以后别忘记回家，风再大也再黑都没有娃娃，时间会验证我多爱你呀，就这样静静地陪着你长大，我的温柔是你的专属啊。还迷糊我剧情呢，都几点了，睡不着咋整的。没事吧，我其实下播也没什么事，因为我这两天睡太多了。这叫赔了夫人又折兵是吧。想变成英雄保护他，我休息一会儿马上就下播了，我觉得你们好像不太喜欢我播时间长耶。我们再随机一把吧，看一下能碰到什么有缘人，来个有缘人。时间会验证我多爱你呀，就这样静静的陪着你。哎，等一会儿哈喽哈喽小姐姐，我不是小姐姐，我是小哥哥。哦，你小哥哥，我的意思是我能不能去找个小姐姐连啊？我们下次再连好不好？啊，可以，好，再见，拜拜，谢谢连麦啊。等，
吃着亏了，我再也不连，再也不连那个，再也不连小哥哥了。我怎么老连那小哥哥呀？真的服了，不想连小哥哥呢。得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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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连一个看看能不能连到什么有缘人。那，飞鸟宝子，耶！下次再见吧，哥哥。哎，是抖音只剩我们两个主播了吗？抖音只有我俩主播了呀。我的意思是抖音就咱俩主播了呗。来来来，今天就我们俩打一把呗，就不打了不打了，我们下次再见，再见，拜拜拜拜。不打了不打了，我下次这不打了不打了，真的我非要找一个女的，我找不到女的嘛，我又又又我就不相信我找不到女的。女啊，女孩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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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Hello Hello， 小姐你好 ，Hello Hello， 嗯，咱们是播什么类型的主播呀？过程扭腰，结尾你定。什么？没听清。过程扭腰，结尾你定。哦哦，好，行行行，结尾行，那结尾再定吧，好吧？可以，好好。对面小姐，这个空调真的开的好大呀，这么冷的，这个天儿。这个天儿开什么风啊，我都没开空调，你们开空调了吗？我真的想说这个小姐姐的空调好大呀。咱们有没有咱们站榜的咱们有没有哥哥点点赞也行，咱们点点赞也行，点赞也算分了，咱们点点赞。新的一天了，咱们没有续灯牌的哥哥续续灯牌，我就开的暖气，我等会儿问一下小姐，她开的是暖气还是冷风还是热风？谢谢我们33块的荧光棒，感谢我们33块的荧光棒，谢谢我们跑步机哥哥的亲吻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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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扭腰了，好吧。我来给他放一个比较烧气一点的歌。哎呀呀呀，还有还有那个啥，哎呦呦呦，这小姐姐长得不错，哪来的，哪里人，我还想问一下她。哎呀谢谢他爹的亲吻，感谢他爹的亲吻，谢谢舒丹哥，感谢舒丹哥哥。他怎么那么眼神那么坚定啊，我感觉他眼神好坚定啊。他眼神真的好坚定。有一种将要去现身的那种坚定。感谢我们舒丹哥哥亲吻，感谢舒丹哥哥亲吻。略显坚定。牛的，大哥你牛的。等一下我问一下他，空调是冷风还是热风？哎，我也觉得，可能，但是我跟你讲，一般这样的小姐姐家里都有老公粉儿。我什么时候有老公粉儿啊？你看，我说完老公粉就来了。你说我什么时候能有个老公粉？你们能不能当我的老公粉啊？就是我一上播就是那种嗷嗷就哐哐哭哭就上，然后我一跟男主播说几句话就吃醋的那种，然后我一跟别的大哥说几句话就是那种也嗷嗷吃醋的那种，来点老公粉行不行？你也都是兄弟。有啥要求不？当老公粉当然是就是那种啦，当然就是好好保护我，完事呢，完事就会吃醋的那种，给我找事情的那种，做兄弟在心中是吗？好，都把我当兄弟，谁敢 hold 不住？怎么 hold 不住我呢？你看我这个性格 hold 不住我。
都兄弟说这些。好好好，哎，你看打不过了，哎啊，我再也不嘚吧了。野之王哥哥，谢谢我们野之王哥哥的闪耀星辰。好的，好起来了，好起来了，大哥威武，有目共睹。还有最后的十二秒，咱们能不能守一下？咱们能不能守一下？我是不是要有老公粉了？谢谢我们野之王哥哥的，这是啥？看不清了。掌上明珠，感谢我们月之王哥哥的掌上明珠。好好好好，拿下了，拿下了，真的是拿下了，感谢大哥，谢谢大哥。谢谢很爱很爱你，千万大哥大，好，谢谢千万家的哥哥，牵绊你往更多幸福的。我开个麦啊。Hello 小姐姐，嗨 ，Hello，Hello， 我们惩罚一个简简单单的，来一段小舞蹈行不行？来一段小舞蹈，嗯，那我跳舞不是专业的，我就会扭扭腰。嗯，你就是嗯，大概没什么，浅浅来一点就行。嗯嗯，没跟上，你每次都这么讲，马后炮。好，小姐姐非常跳得非常的好啊，我们下次再见，谢谢小姐姐连麦啊，谢谢谢谢。嗯，好，一路长，谢谢我们越野之王哥哥，谢谢我们跑步机哥哥，感谢哥哥。哎，越野之王哥哥那个刚才还有一个号是不是也是你的小号呀？那个后面带一个话筒的是不是也是你的号？特别特别的感谢你，感谢你，谢谢谢谢哥哥。终于等到你，还好我没放弃，幸福来得好不容易，谢谢我们跑步机才会让人感觉珍惜，帮我赢把这把 PK。 终于等到你，差点要走过你，我知道你是那个千万家的哥哥是不是？哎，今天我以为哈，我以为什么情况呢？今天我不是那个教那个千万唱跳舞嘛，然后跳着跳着我不是被抬了嘛，然后我就寻思我回来的时候然后那个千哥已经下播了，我就寻思他肯定那个啥了，就是肯定他们家的小哥也都不记得我了，没想到来了这么多。
非常感谢谦哥大家的大哥今天来我这捧场，四个直播间管理唱歌大主播。哦，是主播吗？是主播？不是主播，什么意思？我没听懂。不好意思，哥哥，我这才来抖音，我有很多东西不懂。早晚没事，你们秃头，我花钱给你们植发，我看看啊。哦，哦，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。说谦哥的直播间儿，哦，我明白了，是谦哥的直播间的管理哥哥是吗？啊、哦，明白了，明白了，哥哥，我有点没反应过来，我有点没反应过来。很开心认识你，很开心认识你。我这脑子转的慢了一拍，好不好？看我动态录下来了，千万你们打 PK， 我看一下啊。就是你的作品是吗？哎，哦，啊啊，是这样的，是这样的。对，我们今天跟千万打 PK， 他输了，我叫他跳大摆锤，结果给我自己跳没了，我的 CPU 烧了，短短的几句话把我的 CPU 干烧了。短短的几句话把我的 CPU 干烧了。欢迎舒蛋哥哥。以后，但是谦哥也不怎么找我连麦，因为可能他找他连麦的人也比较多吧，然后他找我连麦比较少。以后可以多撺掇撺掇的话，让他多给我连麦。你们觉得怎么样？你们觉得怎么样？我会剪辑视频啊、哦！你是那个会发作品是吗？平时会发作品是吧？我看你那个就是主页也没有作品啊，主页没什么作品。嗯、放首晴天吧。晚上好，给给哦，不是凌晨好，凌晨好，大家凌晨好，欢迎大家北京时间的三点二十二分还在陪伴着星星，真的是行，我去啊、嗯，好的，行，早点休息吧，他爹，早点睡吧，我也快下播了，我学了很多手艺，比如越野是不是？肯定是喜欢越野的，因为你的名字就起的这个。越野，然后剪辑视频，还有什么比较喜欢的爱好啊？好的，晚安，晚安，星星快下了。怎么看不见消失的下雨天，我好像在另一边。还有没有没睡的哥哥呀？这个点儿是不是有点尴尬？如果再不睡的话就要通宵了，可是现在睡就真又睡不着。刮风这天我是否握着你手，我要扛到几点？娘，我扛到几点你陪我到几点吗？你可是说你十一点的时候都要睡的人，我没睡，那你们就一直在听我啊，一直在听我多吧呀。我这个人吧就是废话有点多，就是话比较多，你们听我话能睡着吗？都在陪我是不是？那你们以后能不能经常陪我？我
我都睡醒了。以后哎，你们经常来我直播间给我点点赞、占占榜，然后我，然后我有一个勇士的群里面，然后会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东西给大家发放一下，大家可以加一下那个群哦。大家每天要帮我，点点赞了，然后送送小礼物什么的，然后也没有什么了，每天陪伴咱们在直播间挂挂机就行了。睡醒了，这个点你睡醒了。翘课的那一天，消失的那一天。其实我的 CPU 都有点转不动了。越野哥哥，你怎么还不休息？越野哥，你明天还能再来吗？明天还能再见到你吗？勇气我还留着，美容中医、厨师二级、营养师、点心师、行政管理、制作、编辑制作，那会的确实挺多的，多才多艺啊，哥哥。那你主攻哪一方面呢？就是有没有主攻的方面？四点要睡了，哎，那还有一会儿，那可以再跟你聊一会儿。大家就是每天都可以来帮星星点点赞，然后送送小礼物、占占榜。然后星星有一个勇士群，然后大家如果就是经常去的话，我可以把你们拉进去，咱们就是说，也许我会比较好一点。谢谢大家，感谢大家。我要是会这么多就好了，可惜我啥也不会。我天天就是主打两个字，话多。勇士危险不？我那个勇士群，哎，对，忘了把金元宝拉进去了，你申请一下吧。我拉人太麻烦了，我要先把你们关注，然后再让你们进去，有点麻烦，要先关注，然后再把你拉进去，老麻烦了。上海一家公司员工271个人，厉害呀，厉害呀，月月哥哥。那个公司是主做什么的方面？你说吗？你是主打画饼？我没有，那个群里真的天天会发一些很好的那种小红包啦，然后小视频什么东西的啦。好的，我能坚持到5点睡吗？我马上就下了，我再跟大家聊聊天。我看现在人也少了，然后我基本上我也没有什么，脑子也转不动了。其实我说话是需要动脑子的，我不知道你们说话动不动脑子，我说话要动脑子，可是我现在脑子有点转不动了。我画的饼你们就放心吃，加了芝麻，加了糖，就是主打一个好吃，知道吗？那越野哥哥肯定平时比较忙是吧？我还在上班，在直播间看，在办公室看直播，这么晚了还在上班呢。真的，我感觉大哥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，都是这么晚了还在工作，都在工作呢。那你在干嘛呢？具体做什么？是在看着员工吗？还是在想什么策划什么这些那些的？没有相遇，发现当老板的睡得都晚，因为想的东西太多了，想的东西多，然后他们就脑子就是可能会想的多一点，就有点睡不着。包上海汽油库5000吨，厉害了，上海都叫你承包了，都在赚钱。跑步机哥哥你也在赚钱吗？你不会在修跑步机吧？这么晚修跑步机？你不会在修跑步机？这个跑步机是什么梗啊？我会修跑步机是什么梗？修跑步机主板啊？真的这么晚还在修吗？这么晚还有人跑步机坏了呀？你们在逗我吧？你们信不信？是我主宰，越野哥哥牛的，主宰了上海的汽油库，包上海的汽油库。欢迎我们表哥。Say, 也
许是没有相依偎，所以没有玫瑰的味。你何时才能归？ I love you so, I love you baby。别人主板寄给哦，那你是自由工作者是吧？自由工作者，就是你想工作到什么时候就工作到什么时候嘛。就像跟我这种嘛，我今天修不完，我明天修呗，对不对？就比如说我今天任务没达到，然后我明天再播呗，是不是这种？所以你这个是自己主动加班，好吧？这是主动加班。你看我播着播着，我的头发就油了。打柳了，拨着拨着头发打柳了，你们不会嫌我头发油吧？没白就好，我头发怎么白呢？全国各地的跑步机主板维修，所以叫我那多嘛。我觉得跑步机这个东西吧，跑步机这个东西可能对我们这种没有毅力的人来说，可能就是用着用着就是闲置了，别说把它跑坏了，没跑坏就放那儿了。我从美国毕业后2009年回来到上海创业后，在包中上海汽油故道至今。哦，主要是做这方面的是不是？那你2009年就毕业了呀？那越野哥哥今年也有40岁了，年轻有为啊。那应该是赚了挺多的了，赚了挺多的了，3.5了，可是没有一点想下的感觉，感觉浑身跟打满了鸡血一样，根本不想下播，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这么有劲。什么时候我不做主播了，你们能不能带我混一下？我跟着越野哥哥去搞搞石油还是汽油，我看看。哦，搞搞汽油，跟跑步机。最早在北大清华读书，真都假都啊，我还认识清华北大的，你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在清华北大读过书的哥哥，真的，我还真没有认识过清华北大的哥哥。你睡不着你说我干嘛？喂，我说真的，等我以后不做主播了，你们能不能带我混一混，带我去混一混，混个小职位什么的。哎，在你们前台看个门，跑步机哥哥，我去跟你学修跑步机好不好？要不我做你的运营也行。你们带我干干活，发家致富，走上人生巅峰吧。就不想做主播了，这辈子不想做的就是主播了。谢谢用户哥入坛卡，谢谢我们用户哥，谢谢用户哥当秘书，当秘书哈，哎，那行不行？当秘书也行，我秘书的活我还都会，白天也会，晚上也会，白天干秘书，哦，白天算了，不说了，再说一会儿被抬走了。一会儿真容易被抬走。哎呀，我这个脸盘子越来越大了，我真服了。这小一点，我要。欢迎大家来到星星直播间，晚上好，晚上好，大家怎么还没有睡呢？年少不懂爱与恨，你个老六。我，你知道我想说啥吗？这个车没开起来，想开没开起来。谢谢我们用户的小星星。2017年投资一本书，由清华大学出版。
400,000本，真嘟假嘟，这也太牛了，真的呀，我真的我从来没有认识过这么厉害的人，还在大学，就是清华大学出版过，真的真的，这也太厉害了，这得多有文化，这得多有影响力的人呢。认识你，哎，哥哥，我给你点个关注啊，大哥，我给你点个关注啊。哎呀，你这是私密账号啊，啊，给你点个关注，我此生认识你真的是幸运哈，真从来没有认识过像您这样类型的，失敬，我应该特别的尊敬你，我感觉，但凡对你有一点不尊敬。都感觉自己不对，我有书号版权，厉害了。我们多久没见了？你还会想我吗？年少不懂爱与恨，红尘从此没有他。也许这就是。注定我失去他。我们再打一把 PK， 我下播了啊，我要下播了，真的，这真是尊都是最后一把，不连拿孩子，尊都最后一把，真的，再割最后一波韭菜不割了。Hello， 小哥哥你好，我。甚至你的打一块票给你打沉默了，兄弟们，就刚刚那个主播，哎，你好美女，什么主播啊？跳舞的。跳舞的，就是我想找个小姐姐联系吗？然后你是个 dancer 是吗？啊，对，是个舞者是吗？我也是个舞者。行吧，我你不是反正你别看我，你别看我长着十三出啊，嗯，但是我学中国舞的，我小时候学到现在，就我输的情况下给你表演个中国舞，你输了的情况下你也给我展示个舞蹈行不行？行，感谢我们 M 小姐姐，这是不会是你家的吧？对，我家的。这什么意思？就想让你死是吗？应该是先打的医药费吧。那个啊，什么？这么牛？行，先打的医药费吧。好，那咱们就来给我见啊！快点，时间不够了，过了一分钟了，快！谢谢我们小姐姐的医药费，感谢我们小姐医药费。小姐姐回去的时候轻点打，别打那么疼，咱家没啥条件，别打那么疼，好吧？别打那么疼。你说咱家有没有点点赞的？点点赞，咱们站站榜呀，把三个人站齐了呀！哎呀，我真的假的？咱们先把榜站齐了，小哥哥们，一人一颗小星星，先把榜站一站。哥哥们，别睡了，醒醒了，醒醒，快醒醒！哎，有没有哥哥帮帮我，看出我的绝望？谢谢我们舒丹哥哥的亲吻，感谢我们舒丹哥哥亲吻。舒丹哥哥说：“我躲在角落瑟瑟发抖。”谢谢我们舒丹哥亲吻。咱们还差一个榜，有没有小哥哥一个小心心？谢谢有你真好哥哥的粉丝团，谢谢我们有你真好哥哥。咱们这是今天的最后一把 PK 了，咱们打完这把下播了，好不好？咱们就有一个完美的收尾，好不好？然后听他在说啥啊？能听到我吗？那怎么了？给变个魔术呗。啊。准备好了吗？你不要走了吧？你这……哎呀，什么呀？我三秒之内给你票撵回去。啊，行，你票你来，谢谢我们野王。啊。谢谢我们野王哥哥，飞柴上了！哎呦我去，真来啊！感谢飞柴的飞机 ，OK 了，闭麦继续。给我摆数字了，他给我摆数字了，他居然给我摆数字了，他过分了，他给我闭麦摆个数字。求救了，这把真不想输啊！对面这么对待我们，还给我们摆上数字了，说三秒钟就能给我们压过去，这么猖狂吗？对面多少人？去看看对面多少人这么猖狂！谢谢我们啊，谢谢我们夜之王哥哥的浪漫猎人，感谢我们夜之王。
的，啥都会，还会帮女孩子打 PK。 谢谢我们夜夜之王哥哥。来首歌，我们走首歌。谢谢我们夜夜之王哥哥。他还给我推呢，他还给我推呢，能不能别推了。谢谢我们夜夜之王哥哥。我决定了，我以后的新偶像就是月野之王哥哥，你就是我以后的新偶像。他还哎呀，谢谢我们月野之王两个私人飞机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，我要再放一遍。跟谁俩呢？跟谁俩呢？他跟我五五缺缺。哎呀，谢谢我们夜夜之王哥哥三个私人飞机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我务必我要开个麦嘲讽一下他。等一会儿啊，开一下啊。又输了。哎呀，怎么说怎么说，等一会儿我先。真有分啊。我先理一下头发啊。怎么说的来着？感谢。怎么说来着？开麦。感谢飞柴君，感谢 M 小姐。快开麦。感谢感谢。快开麦。我已经急不可耐的那啥他了。开麦没？我掉了个华子。开了，我掉了华子。好，你掉华子行，我就喜欢你这个不服输的样子。咱们就是说啊。是那个三秒给我摆数字，立马就过来的那个气势呢？没有那个，这个可能兜里有钱。那个十块钱的医药费都送了，对吧？对吧？没打过属实有点不好。啊，没事没事，哎呀，小钱小钱，哎，小钱小钱。谢谢我们家月夜之王哥哥的三个飞机。没事没事没事。没事，这真有实力、啊、太有钱了、这个、大哥，这个大哥太这个大哥太厉害了，这个大哥真的真的太有钱了。我怎么打，我怎么给你打呀？那个属实有点那个不自量力了。行，来吧，咱们简简单单表演一下吧，好不好？ OK 我靠了，哎呀，这谢谢哥俩闪耀星辰，谢谢哥还你俩一个墨镜还你俩。这太有实力了，太有票了，太有面了。摘一下手表。感谢哥，谢谢哥两个闪耀星辰。太有格局了，这大哥。中国舞送给播间的所有兄弟们。啊。属于中国人自己的 hiphop。 不跳了，太减肥了，老铁。不是，该说不说，你这两下我还真捯饬不出来。我跟你说，一般人还真捯饬不出来。这个我海对面过来的，所以会整这些。什么？哪过来的？哪过来的？海对面。哦，行。要不是看你这儿漂亮，我平时跳20秒我就歇了，我就不跳了吧。啊、哦，那你就看，你不是看见我？你看我家大哥来劲了吧？好吧好吧，那美女，那我走了，祝你入场好吗？好，谢谢，拜拜。嗯，
虚了。我跟你说，这两下真一般人捯饬不过来。谢谢我们月夜之王哥哥，哥哥，你说，你说你怎么样吧？我就是怎么样感谢你吧？就是，这也太大气了，都第一次来我直播间就帮我嗷嗷打 PK。主播可以下播，嗯，对，我差不多下播了，嗯，我的意思是，就是说，太感谢你了，不知道就是第一次把我打 PK 这么，哎，给你放首歌吧，给你放首歌啊，咱们就是说下播啦，谢谢我们月月之王哥哥，月月之王哥哥，我给你点关注了，你可以回关一下，你可以同意一下我的请求吗？谢谢哥哥。以后可以经常来看我吗？我贼拉喜欢你，我觉得你这个人吧，我觉得你这个人就是，会的又多，然后又会打 PK， 然后又调皮，然后又会疼女孩子，真的真的，我在平台都是很厉害的，看出来了，大哥，千万哥哥有你这个好哥哥真的是很幸福。我没关系，我你稍微稍稍微微的来看我一点，我就满足了，我不想把你占为己有，因为我觉得我不配拥有这么好的东西，啊，不是东西，这么好的人，所以你偶尔小小来看我一下就行了。我觉得我能拥有你那么一小会儿，也是我非常大的荣幸，哥哥，真的，真的爱你哦，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。那句话怎么来说？越野之王出征，寸草不生，我就给你定好了这个口号了。以后你来，我就念。越野之王出征，寸草不生。记住我的名字，越野之王。记住了。今天晚上刻在我的脑子里，做梦都要梦见你，哥哥。以后你来，我就给你放一个专属你的战曲，好吧？待会儿啊，我放一个你的战曲啊。对，我要下播了。我要放一个战曲啊。月野之王他来了，我们欢迎月野之王哥哥，寸草不生，大家欢迎他。这个曲儿怎么样？有点那么气势吧？感谢谢大家支持主播，谢谢。我马上要下播了，我要快下播了，我今天已经下班到3:40了。来，我们最后来一个啦。情话多说一点，想我就多看一眼，表现多一点点，让我能真的看见。啊、好了，白少说一点，时光总是过得很快，想对你不止一点，明天再见哦，大家晚安。让我谢谢我们月月之王哥哥，谢谢我们帅哥哥，谢谢我们金元宝哥哥，谢谢我们阿金哥哥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好久不见，谢谢